泰山保险亮相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。10月19日，2019新动能展洽会于青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。泰山保险作为保险行业代表，在支持三农展区参展。10月19日下午，泰山保险业务总监郑晓坤参加了由国务院批准、商务部和山东省共同举办的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。本届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为主题，把握专注跨国公司议题，传播跨国公司声音，分享跨国公司经验，链接跨国公司资源的定位。此次峰会共有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、14个省市的跨国公司参会，其中世界500强企业115家，行业领军企业197家，嘉宾人数超过500人。